神是那去的霓虹下没有处理吧，炊烟袅袅的神居人家也没有网吧，长带在调节变化，节奏在敲打，我突然想起木兰花，这西方钢琴跟琵琶到底谁强大，我偏爱唐诗里的晚霞，有家的牵挂，潮湿伤感的脸颊被东方文化在这里撞击出火花，谁说新时代的姑娘家而嫩得像朵花，我大地将汉字落下一派潇洒，新时代的姑娘家而跟传统对话，挑染头发行到天涯，思想超混搭。